明年要怎么样子施展，那个再说。你就讲你以前那一段疯狂的日子就好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没有什么疯狂的日子哈，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帖罗阿西尔是一个非常懒散的组织，那怎么会选上我这个也是懒散的人？我担心明年会玩不下去。拿了没？这个你说怎么办？这就是强迫你现在真的会担心。是吗？但是我因为我在这个11年来哈，我觉得我们这个 TLRC 的这个我们这个组织了哈，真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可爱。这个我参加到现在来哈，我觉得这边的人真的他们那种无私的奉献哈，就好像刚讲的舅啊、老鹰啊、什么河马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灰狼啊，我还有我们这一届的，对不对？主头跟副主头，他们自己受苦没关系，还拖我下去当苦主。那我觉得说真的，这些人都，但话讲回来，在这里边哦，你可以感觉到那个，我们也会交到很多不好的朋友啦，就是会设计人的啦，像那个什么小峰啦那些啦，都不是很好的朋友啦，你们都要注意一下啦。还有什么爸爸啦那些啦哈，我教授也不是好到哪里去啦，我今天才知道啦。这些老屁股已经开始在算账了，那个小峰。好，鲍教授，你真的要小心了。但是总的来说哈，那么星期五的时候呢，那么乔峰呢，大家可以知道哈，我们这次的音响，真的拉力这边已经使尽全力的赞助出来了。但是呢，乔峰大家听到说，哎，这个音箱有不够，礼拜五乔峰就过来了。有时候哈，点滴在心头哈，在网络上面讨论的太多，我觉得还不如拿出实际行动来。所以我们大家所认可的乔峰是否正确，掌声鼓励一下喽！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来，这个会长给乔峰的一个勉励，先勉励。好，既然要当苦主，要怎么样叫苦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乔峰勉励一下。反正是欢喜走刚完休啦，哎呀，就是为了这些鲁肉的老朋友。谢谢。那么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我们来请到中间来啊，我们把我们的鲁肉的传承交给乔峰。谢谢，非常感谢乔峰，任重道远啊，非常温馨的一个晚上，谢谢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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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， OK，太棒了，谢谢谢谢。